好，假设在户外呢，你手机如果没有电的话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准备一个口罩，然后一个充电器，你只要把你的口罩呢拿起来插猫咪的身体，它呢就产生静电。这时候呢，只要把 USB 的头插在猫身上，然后这时候你就把接头插在手机上，它就充电了。